那个竞选说我是台湾人有什么不对啊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谢和弦他的我是台湾人还没讲完就被卡掉，然后网友在骂。这个也不是问我啊，人家去问华视啊，我又不是华视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我连导播都不是啊。网友就觉得说，好像不让他讲完台湾人，有人是不是有担心？没有啦，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么像这种就是无限上纲了。那个竞选说我是台湾人有什么不对啊？不管你是什么人。